快乐。
对，不错，你再带动一下来，给曾团长尖叫声！哦，你看看，有感而发，我们最关心归仁仁德哈、哦、啊的议员许佑仁许议员啊，我跟他呢也因为办音乐认识的啦哈、哦，办音乐认识的，然后呢，他也要在未来哦，今天之后呢。要在归仁仁德有办至少五场的音乐会，听说最大场的一场在十一月的样子啊，十一月最大场的音乐会会再办一次，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？麦克风也简单让议员跟大家一分钟跟大家问候一下哈、哦，那礼貌呢，长官来了也让。请长官跟大家问候一下，问候一下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咱了徛起了，来拍照相诶。来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咱曾团长加斯的架子，好不好？表演了有够赞，对无？咱的舞团头拄跳了好看无？有无？大家有啥物继续看无？有吼，咱伫桂林，咱十一月二十二号。在我们桂南北极点，我们有那邀请曾团长来演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另外，我们十月十一月二十五号，选贤之啊，选贤之夜，诱人的选贤之夜，就在我们金秀宫这来办理，有那邀请我们曾团长来走，好不好？今天十一月二十五号，邀请各位来我们金秀宫。那咱邀请个好友人来交代，来讲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许议员的莅临哈啊，这个难得呢，在今天这么忙，也特别的未来这边呢跟乡亲问候，乐团鼓励哈。那接下来呢，今天难得秩序比去年更好，满座，而且这个座椅呢，我们义工今天呢下午呢之前要排一个钟头。咱即摆去二工呢，已经十几档的经验，十分钟就甲摆好啊！咱拍波啊，甲二工鼓励起。爸爸，咱伫咱丁秀宫是一个上水的模范，伫每一个庙，爸爸咱嘛要办起安尼的音乐会，伫暗时啊有老歌通听。啊，咱即摆看顶面，我头拄啊进场的牌楼遐，我看一、二、三，大家双手闪。